大家好，我是统哥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的是我自己。我今年28，第二次。OK， 想到今年呢，统哥开车也迈入第40年了、哦，一统弯就是龙潭进入大直线的那个弯。OK， 所以大家都是踩着油门冲进直线。那天我们在来赛车场的时候有迟到，所以我其实没有检查任何东西，包括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轮胎胎压。那至少我觉得问题是这边，我在开的时候，我在全油门的时候，突然间我就觉得后轮砰一声，就是一个打滑而已，那种感觉，它只是摇一下而已，但是我整部车就横着往墙边越来越靠近，然后我就直接翻上去，所有的声音都没了，跟电影一样。而且感觉慢动作，虽然没有跑马灯，当时呢我就是抓着方向盘，然后呢就突然间天黑了，因为我倒转过来，然后又天亮了，因为我又正转，就是蹦蹦蹦蹦蹦，一直到蹦声结束，哎，声音又回来了。那时候好在我是这个正的啊、哦，不是翻过来的，我是看着这个旁边的窗子，然后看到我的对手呢正在踩全油门，然后嘴巴开大。大大的这样啊，然后我也啊，然后他就冲到屁里面，因为要闪避我。龙潭就觉得说，这边太危险了，他把赛道改了，所以媒体那时候就称之为一统弯。OK， 这就是一统弯真正的由来。因为从小我们家就是山水影响的代理，所以呢，我在出国的时候，我就是决定要念电子。我出国的时候才13岁，还不会开车，但回来的时候因为爱汽车，所以我就推广山水音响。后面我又代理了Nakamichi音响、中道音响。我经过原厂的培训，其实我会修音响，知道吗？所以汽车音响其实是我原来的本业，也是因为有汽车音响才让我有钱。记得赛车一定要有钱 ，OK， 才有钱去跑比赛 ，OK， 没钱就忍一下吧。其实呢，我会参加比赛完全是为了我妹的车，第一代的 Scirocco， 那时候才18岁。那我妹就要求说我的车就是要改，所以统哥还没有改车的时候，我妹就开始改车了。我们就买了涡轮套件，直接去找了一家店家，背着我们的 Turbo Kit 去那边，然后改好之后呢，那个老板就说，哎，那你又要去跑金卡纳啊，就是绕锥的，现在流行的，就去了。然后呢，统哥真是不成才，真是没有记忆啊、哦！所以现在请不要找我跑金卡纳，统哥冲进去3次都迷路出来哦。所以这也是统哥开始想要玩车的开始。台湾第一场比赛呢，表演赛在士林北河道，那就是采用金卡纳的方式绕锥，现在士林夜市的地方，我就设定了车子，然后我哥去跑，然后果然跑到第一名。非常开心。我正式参赛呢，就是我的祥瑞，这个16气门的引擎，然后4轮独立悬吊。当年的对手是标致205啊、全雷达啊、苏巴鲁 Justy 啊，都是后轮非独立悬吊。然后我就得了年度冠军。有人帮我说算过，就是那时候我在格力特车队，然后我就拿了11个冠军奖杯，全部冠军。这个奖杯你有看到，很可怜。其实赛车手得到冠军，他所有的奖杯都是留在车队，只是有一天我去我的车队，发觉他们就把它随便放一边，这样我说啊，那这个我可以带回家，这样，所以我才留下这个。其实我非常多的奖杯，对，都流落各方。这一座呢，万宝路房车大赛超级锦标赛是单站的，然后邀请了全部所有组别前20名积分的这个车手参加，冠军车手呢可以去英国参加这个赛车学校。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的第一名奖金30万，那当年的30万是可以买车的。OK， 我第一年呢参加是第21名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参加这个比赛，但是我们请了一位车手说你可以放弃比赛，然后统哥才掉车尾进去，我几乎看不到起跑。我已经转弯过来，16位起跑这样子，但是那一次我就跑到2nd，所以我知道我很有 potential， 但是没有运气。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呢，我换了一个车队，我就直接过关斩将，5场比赛赢4场，然后再总冠军。
所以那是我最丰收的一年，也是我觉得说好像不要再花钱了吧，因为其实赛车超花钱。我的祥瑞花600,000，然后我的喜美花就是公司花了200,000。这是我的第一部车哦，就是火鸟 Trans Am。 统哥对野马或者说这种美国肌肉车是其实非常喜爱的。那这部车呢，1979年也是最后一年的6600cc 的引擎哦。那时候我爸跟我说，我的宾士，你哥的这个欧宝，还有你妹的 Scirocco 加起来 cc 数还没有你的车多。这一台之后呢，我就再也没买过自台车了。 OK， 这边这一台就是统哥最新买的 M2 Competition， 它是 FR 后驱的，然后呢我可以在雨天干地开它，甩尾也不怕，而且手牌的，对不起，你现在想买已经买不到了，看到没有，出手牌我就买。 OK， 统哥真的做到了。 OK， 看看，好，这是我的梦想哦，就是一台经典的老车，但是有现代的科技底盘哦，它就是我的BMW E30 Touring， 也是 Wagon 哦， 320i。 E30 是一台非常轻巧的车子，而且它以前又有 DTM 的血统，这台五门最经典最稀有，统哥又喜欢 Wagon， 所以这台统哥就收了。好，这一台呢是 Toyota Supra 还是 BMW Supra？ 其实它真的是 BMW 做的，但是它真的是有 Supra 的经典的感觉，就看一下它的屁股，这个臀其实就跟它的 FT1 概念车一模一样，而且呢它是很有操控的，大家不要只想 2JZ， 这个 B58 的引擎一样可以改大改满。好，这一台呢就是跟统哥相处最久的车哦，在我名下呢已经20几年哦，它基本上呢是一台不就是一个新尖兵吗？但是怎么少了两个门？它是进口的 SER， 很多人都不认得，但是它有霹雳马的引擎，然后是新尖兵的车身，它的 SRD1 就是一代名机哦，而且还可以改 Turbo。 基本上呢这部车子非常的棒，它是一台跟我一起去比赛车，而且是我同学借给我的，跟他比赛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了车队年度冠军哦，而且呢下个年度规则就改成说绝对不可以换组哦，就是完全因为它，所以这台车对我的意义非凡，基本上它会永远跟我在一起。它真的是一台很可怜的车，因为它其实就停在路边，我看着它这个淋雨吹风半年哦，其实这台车真的经典，而且它是机械喷射的16气门哦，非常考验你的维修经验跟你所有的师傅，因为它完全没零件哦，所以我还是会好好的照顾它，然后如果有人真的喜欢它再跟我说咯。这部车呢就是统哥平常最常用的车，因为我是机械车位，所以它一定要窄，这部车真的刚刚好，它就是一台迷你的 Caddy， 它有豪华的配备，包括音响，包括定速哦，然后呢 1.2 升又很省税金，7速 DHG。 各位如果在秋名山上不小心遇到一台小货卡然后追不上的话，就是它了。统哥呢是以赛车教练或者 YouTuber 来作为一个 intro， 因为统哥觉得说我希望教大家怎么开车，我们是道路的使用人，不是这个路是我的 ，OK。当你开车的时候，我最在乎的就是，保持安全距离，跟注意周边的车子的动向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我很恨换线不打方向灯，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。台湾在驾驶的观念上还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，希望可以减少马路三宝。请统哥为我们教学一下，究竟山路上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驾驶技巧？其实很重要，我们就分三点。
好不好？第一点呢，其实眼睛很重要。对 ，OK， 眼睛要看越远越好。